当鞠婧祎与杨幂撞上黑白配，雅库大比拼，谁才是机场真女王？就是因为她的穿搭总是能够得到年轻人们的追捧。杨幂平时比较喜欢的穿搭其实风格多种多样，而她的私服里面很多都是那种下体失踪的穿法。杨幂的腿很好看，这个无论是娱乐圈里的人还是粉丝都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杨幂也很热爱去展现自己的美腿，并且她也经常以这种方式去走机场。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女神级的人物，也就是鞠婧祎，同样也是会走着雅库的路线。当鞠婧祎与杨幂撞上黑白配时，在雅库上面的大比拼，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机场真女王呢？在袖口处其实是非常有特点的，因为这个外套就只是一个外搭的效果，没有任何的扣子，可是却在领口处有一个可以扣的地方。这件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还可以达到一个小披风的效果，所以也受到了杨幂的喜欢。